弯道怀疑人生的加129线道。哦，这个弯道会让你不小心差点要跨双黄哦。这条好像没跑过，一二九没跑过。没有，这条路有点像一三六大一点。一三六大一点呢？136会拐角。对啊。太陡了，我会怕，我真的超怕的。我 STD 了，太快了，踩一点点后刹车。好，跟到太前。哦，是又是又打完哦。OK， 跟上来。这样好了，走这个就不会在那个阿里山公路主线在那塞了。来道峰山啊，跑山路最赞。很放心的过弯，整个牢牢的抓在地面。过弯出弯在补油那一刻，轮胎也不会滑动，一补下去，然后马上压进来，哦，那个整个黏住。道峰山先来上一款的道峰山哦，用了14000公里才下课嘛，我那时候记得没讲错嘛，对。这次应该还可以，要不这种凹凸不平啊，这种路面都很棒。总抖抖抖，马边惊，总抖就赚了，很稳定啊。来道峰山哦，应该只有砂石路那种，就是 off road 不能骑而已，其他一般这种路面都，这个也有点带湿湿的哦，都牢牢的抓住，你看。
两轮七千那个哦，会滑、啊，哇塞，这种路会滑嘞。两轮七千这种湿湿的地方哦、啊，你知道我讲哪一个啊？你两颗轮胎七千块，哼，那些光这种湿湿的，出完一补油，你就开始后轮被撇了。你公升级的扭力是非常大的，低转扭力很大的，都是神经的湿阿万十字曲轴引擎。连续弯哦，一二九，太久了，刚看他变档，对，一档是对的。也是为什么现在再次选择马牌道路公益者三的原因。今年看我们四代，明年就换四代。你好像倾倒进来超快的，大弯来了，哦，好扎实的温人，看真的很爱马牌，然后舒服。这个弯都会让你不小心差点要跨双滑，哦，要做的比较窄一点。我要中弯了，是有。好好压，好看，非常浪漫悠闲的压弯，很舒服的压弯。还有退档那一瞬间，两个人他也是牢牢的抓住，不会撇的，对。下坡就 STD 啊，上坡就是 A 模式。好稳啊，好稳啊！我整个抓住好稳。路感很清晰哦，各种不同深浅处的那个坑洞哦，你就可以判断，哎，这坑好像有点深，那个坑有点浅。
这个弯算哦，吃你的开油司机哦。用滑的滑就好，哇滑！然后开始要保持大，因为开始有大弯了，保持更大的车距。这段好像没跑过哦，连续的大弯舒服哦。就如果是上坡的时候，上坡跑这条很好玩。你要当无油司机，我不能开 B 模式的这样，全马力刚刚突然很慢，然后你要加速哦，突然在无油出弯的时候会太大，扭力会太大，新手可能会是这样就。滑出去了，弯真的很小心，如果觉得太快，进弯太快就踩一点后刹车就好。在地老江湖、啊，福美全浮球，哦哦，刚那个你看，很明显大坑洞，然后它压去就很就有感觉到它深度，哇、哦，是哟、哦，赞美大桥。
拍照时间呢？啊，哦，那对，他刚刚起超过。哦。不错哦，大姐刚过完，我看到赞哦，连续法夹弯，然后你要进弯前马上再推档，不错不错，还在练呢，从速哦对速克达还没有骑很久，就刚才那个一个坡我看对吧，有一台车子过那个过来的，哦还好还好到了，达纳一谷生态公园，这条好像没跑过啊，一二九没跑过。这条路有点像136大一点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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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6